一直想找到杀我爸的那个人，可是他一直就在我身边。阿莫，我爸的死是不是和他们有关系？你能不能告诉我？阿莫，你能不能告诉我他们？说过我就是那个人，因为我不敢，我知道你始终不肯相信我。我不相信你，我问过你那么多次，你是不是那个人？你说你不是，我也相信了。结果呢？你爸的死跟我没有任何关系。如果我杀了你爸，我为什么还会一直留在你身边？为什么？为了骗我的钱啊。现在，你还相信赤山的鬼话是吗？我不信他。但凡我相信他，就不会再听到你要跟他合作的时候，觉得你是有苦衷的。但现在看来，是我错信你了。所以在你心里，我就是这样的一个人，为了钱可以不择手段，是吗？不然呢？不是你亲口跟我说的吗？说你们家破产了，一群人逼着你还钱，你为了钱应该什么都可以做吧？你要钱可以来找我呀，可以试试看你在我这值多少。原来在你心里我就是这么一个货色是吗？如果你真的坦荡，你从一开始就应该承认，而不是一味的逃避隐瞒。我承认，那天我去林家是受池山的雇佣换遗嘱，我没有杀人。世事变化无常，眼里失去了光，该怎么去掩饰慌张？你说没有就没有，我可以拿我的性命发誓。林心彤，这件事情太复杂了，我不想把你牵扯进来，我怕你有危险。这么多天的朝夕相处，你难道真的没有感觉是吗？我没有感觉，我一直想找到杀我爸的那个人，可是他一直就在我身边。黑暗中试探熬过这夜晚，把誓言都点燃，模糊。不是要证明吗？这感觉和那天的一样吗？林心彤，你好好想一想，一直以来我对你说的话。你要真的觉得我是那个凶手，你现在可以去报警。